收了500，他、又还了500，又写了一张借据，你也没有去收走，收押以后又申请收走一次，又驳回。所谓正百亿，其他99亿9500万都没有去收走到啊，这样会有罪吗？你看郑文灿最后出来会有罪吗？我有收500万，我又还他了，而且有一张借据，然后他请托的那个土地变更案到现在还没准哦，还在内政部哦，没有准。如果你是法官，你会判他有罪吗？所以清德兄不要转移焦点了，就是说这些都是旧案了。现在的官商勾结，包括银报有没有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你们有在查吗？包括太阳能光电有起诉一个案，图利91亿啊，高涨1亿啊，那个是在蔡政府的时候起诉的新的案子，弄不完半件嘛，所以我们高度期待嘛。这件起诉，哇，报到全部拢逃办的。所以你看，郑文灿跟陈局长这后边不一定有罪的，只是咱咧讲，为什么会起诉伊？我比较惊讶，我较惊的讲，哇嗨，这个这么亲密，这么黑，所以我禁不住又给赖清德又按了一个赞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他交代，他没去交代说这要办了，你放心啦，你不要做朋友，我太了解，所以我跟他非敌非友。好家仔，他接受彭启明那时候在专访，他说了你跟谢龙介是什么关系，他说非敌非友。好家仔，如果是友我就惨了、他说郑文灿我们未来的海基会董事长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哇，你看好朋友和谁啊？陈先生也是他自己最好的好朋友，核心之一啊。阿妈和谁啊？在台南地检署办这个案件，你要怎样讲？台南地检署是一个什么地检署？是一个很差的地检署啊！你今嘛去办？一共一定办议员的助理费，他是立委、欸。你嘛好了，你在办他议员，他当议员是5年前的事情了，你在帮他议员的助理费，你有什么毛病呢？内行在哪里？说陈忠彦的案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跟小云认识是2012的事情，对不对？2015年还签结，2015年的总统叫马英九啊，谁办的？台南地检署办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郑文灿去敲那个华雅科那个湿地重划，那是2017的代志，那七年前的代志啊。所以他去办旧的案子，你不应该帮他鼓掌的。这个不叫司法改革，也不是在叫办弊案，这个根本是乱搞、啊。我就讲两个人了、啊，一个就是我刚讲那个陈凯琳啊，那个说要去告谢龙介的黄伟哲的局长啊，陈凯琳全扛啊，很像一个局长我怼塞一手遮天，所谓代替我讲了算，那笑死人了、啊，那根本就乱办。陈凯琳的案子还有一个也很有名，在台南埋炉渣的郭在清啊，这两条就不同的案子啊，好。啊，这两个，好，郭在清做过民进党台南区东部的财务长呢，也当过民进党的这个中执委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两个案子，台南地检署只要办任何一件，今天谢龙介他已经当选台南市长了。两个案子他只要办一件就好了。不过台南北检署迄阵是安那处理？哎，未使办，那办的黄伟哲都 GG 啊，谢龙介都动手或者会花，他不敢办啊。你在办林义锦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一点都。我才不会帮台，我还想法办台南地检署啊，法办桃园地检署。你们当初重放陈忠彦、重放郑文灿，还有我刚讲的陈凯琳、郭在清这些人，你这刚每一路再去五点冒出来啊，好，为台南地检署出来，记者该约啊，该去吧，讲100万交保啊，好，这贪污100万交保行情啦，哈，合情合理啊，哈，你看这想。这科批的会计师叫端木正呐、啊，啊，这是李文忠的妹妹叫李文娟呐、啊，本来个拼话者叫你200万交保啊，后来端木正说我无遮济，我丢100万出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贪污100万交保，伪造文书200万交保，这是什么烂司法、啊？这种司法你帮他鼓掌哦，立马好了，这个叫做乱办呐、啊，那伪造文书要电子监控，那我请问你，他要不要电子监控？他不是立委吗？他不是贪污吗？他的罪比这两个重啊！那这两个被电子监控，他为什么不用电子监控？你看的检美是你办一个乌鸦汉我特别吼谴责像这个的，啊，以谢东介个旁听，我是非常不以为然呐、啊。
你讲哦啊，这大家哎，什么私生活要检点，要检点什么？来来来，永清，这个是清德兄啊，这个是林俊宪啊，这个背彩带的不是林怡锦吗？这想，这纪勉啊，这总统府国策顾问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台南没有啊？没有法度做个国策顾问，这嘛算厉害呢？啊，总统国宴的就职伴手礼，黄伟哲台南市政府提供一份，康银寿就是纪勉伊嘛提供一份呢。啊，今嘛登堂入室做这个赖清德，他在以前跟赖清德同框，伊都是赖清德台南市政府的顾问呐、啊。今嘛赖清德哎、欸，做个总统啊，伊变总统府国策顾问。那我请问赖清德，你是有什么资格叫大家检点呢？你有什么资格叫大家检点？你是你假，你是假啥？我是你家己信哦，啊，不然你要检叫检掉来办我啊？办我什么？打电动？打电动犯法吗？满口仁义道德，叫大家不要谈县市长的选举，这个行为跟朱立伦像不像？朱立伦说不准谈党主席的选举，后萧旭成一谈哦，萧旭成就破坏大家的团结啊！我想要选县市长，我，哎、欸，像许明春，伊伫高雄讲，我高雄有村，我要这个吼接陈菊的棒子，我说我要参选，我犯法吗？啊，为什么不能谈呢？赖清德为什么不能谈？你2019年可以挑战蔡总统，我现在想选县市长，为什么不能谈？莫名其妙，卖家该做谁啦？干那自己干那我签嘞，赶快！啊，你来批条呢？